众所周知，是 Steam 上有成千上万的游戏，只需要输入游戏名，点击搜索就能获得你想要的游戏。但是有一款游戏，不管你搜索什么游戏名，它都能跳出来。搜模拟人生，探险与魔法；搜小小梦魇，探险与魔法。连他妈搜个王者荣耀都能跳出这个游戏，牛皮！游戏截图，一股9934 Flash 小游戏的即视感。游戏简介，开门见山就让你加入官方 QQ 群，可获得每日礼包码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哦！就疯狂的舔玩家，不管你玩没玩，先忽悠进群就完事了。至于为什么搜啥游戏都能搜到这款游戏呢？打开游戏简介，点击展开阅读，整整40000多字的友情链接，这也太不要脸了！稍稍有点热度的游戏关键词全给他以友情链接的名字衬了进去，就差没放新华字典了。基本只要你随手一搜，只要是个中文，这个游戏都能跳到屏幕面前来亲切地问候你。哈哈，没想到吧，又是我。有人可能要说了，那搜英文总不能跳出这个游戏了吧？片面，这个游戏还有个英文版，比如我随手搜个人类一败涂地的英文，这玩意又出现了，一样的套路，简介写满了英文游戏名，游戏不要钱，大概率是个内购游戏。唯一让我有一丝丝期待的是，游戏类型写的是一款 roguelike 游戏，我心里就想了，这游戏要是有元气骑士它一半好玩，我多少给它整个万字好评以资鼓励。当然事实证明我在想屁事，现在你看到就是这游戏的开始界面，这玩意还是个上架 Steam 的 PC 游戏，一打开我他喵以为开了个手机游戏，我开了 1080p 的分辨率，直接开了个寂寞，反手给我留俩大黑边，一上来选区我就知道内购游戏无疑了。开始游戏，这就是所谓的 roguelike 游戏了。游戏操作就用鼠标点击地图，然后点一下小怪啊，就开始疯狂击剑，随手收集一下物资，一键换装备就没了。哈哈，现在真是什么玩意都敢自称 roguelike 了，我他妈给你一脚。全程鼠标点点点，要操作啊没操作，要策略啊没策略，要快感哎你得给开发商送钱，充值下到12元，上到2998元啊，周卡月卡季卡面面俱到。就这种游戏玩法，放10年前哎可能还有玩家没东西玩误入歧途，现在啊就是纯粹挑战玩家的底线，还出了个英文版，这是嫌丢脸丢的不够大吗？啊！游戏烂不可怕，可怕的是烂还想坑钱，想通过旁门左道吸引热度啊，晦气。看到这里你可能觉得这玩意就是个手游移植 PC 的坑钱玩意是吧？啊，看到右上角的这个手机登录没有，当我打开我才知道这还是个手机端的网页游戏，连他家小程序都算不上啊，真他家专业啊，手机页游移植 PC 上架 Steam 啊，光辉耀祖啊，你是第一个啊。好了，这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，我是南慕龙，感谢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